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就追踪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好，在今天天气晨优晨在临在微信官方公告了这个全新的版本哈、哦，版本的预告、新英灵还有全新的玩法。再来就是这次的新皮肤是谁呢？那一开始我们看到这张图啊，就是檀香的啦，很明显的。然后这边又写地厅不做亏本买卖啊，老板娘曾许诺。啊，不不不不不啊！然后对，就这样。然后它是九支形、九支气、九支灵、檀香嘛，檀香吧，应该就是檀香吧，酒香嘛，哈、啊。然后好了，很明显啊，这个不用猜了。那全线玩法这个什么？三合字中的画卷进北有乾坤。哎呦，哎呦，可不可以是那种像仙剑那种？地图方式吧，不知道。然后中间这一张画像是葛云一吗？然后全新的皮肤哦，叶明龙吗？还是叶明龙吗？感觉是叶明龙啊，应该吧。好，再来什么周边？好，今天就这样子了。好，哎，前面两张图是。看一下，酒和香当然是密不可分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三途画外无敌人。檀香，哦，对不起啊，第二张图片应该是水酒了啊。酒的酒之形、酒之气，有一个地厅里面爱喝酒嘛，就檀香跟水酒啦。好，是这样，很明显的，好。然后这个皮肤应该是叶明龙啊，我觉得是啊。好了，今天情报就到这边了。喜欢我的频道，先按下订阅按钮铃铛，记得追踪 IGB、Twitch、BBD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